一个就好了啊。上面要做一个屋顶，放在这。这样子哦。放那个蛋糕。好，蛋糕在家里，放在家里。但他拿不起来了。你要再去拿牛奶。不用了啦，打的就好啦，打一打就好了。可以打吗？哦。在你身上吧。没有啊。那在我身上。没有啊。哦，不见了。对啊。就没有办法打哦。水桶怎么有四个？四个，你不会做的吧？我没有做啊，我不会做。那就之前有多的、啊。那我去装了，我装三瓶就好了。可能，哎，他只要三瓶嘛。对啊，三瓶啊。我走太慢了。跑跑跑！哦，捡鸡蛋。哦，有骷髅公的声音。啊？骷髅公？啊，听到骷髅公卷草的声音，咕隆咕隆。我捡到两颗蛋蛋，毛毛，我来找你了，毛毛。毛毛，哎，毛毛嘞？我来找你了。大毛毛。杀了毛毛？不要啊，毛毛没有杀。跑去哪？宝贝，你在哪？砍树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刚才我看的时候，为什么？那个，你知道怎么了吗？好的。我进去房子里的时候啊，那个箱子是开着。哦。开着。来啦，牛奶装完的啦。呀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？什么声音？一道骷髅的声音啊。我也听到了，嗨，哦，那在地下了，这里。哦，那我的画面出不来。啊？我的画面出不来。哦。我要去树屋等你了。宝贝，今天想在树屋睡吗？树屋又没有那个。哎，你被烧了。啊。你被烧死了。被烧了。你被死了，你死了。啊！我17级都没了。
哈哈哈，死掉了，有怪物，是在哪里呀、啊？有怪物，熊，哪里有怪物啊？外面呢？外面。哈哈哈，东西没有了。你要盔甲吗？我有，在我的箱子。哈哈哈，死掉掉了。你被烧死了。啊，我的东西在外面，你们帮我捡回来。哦，不敢呢、啊，我会怕呀、啊。我在后面，有看到你的东西吗？有、哦，在捡。被你吸走、啊。本来想吸你的东西，老毕，你看我这里，让我打，先回去睡了。嗯。睡觉了，爸比被僵尸打死了。我起床，你有睡到吗？有啊。哼，出来。哎，蛋糕啊！蛋糕在你身上不是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有做了吗？还没啊，我不会做。哦。你又不接我。我要去树屋的，爸比。嗯。今天晚上要睡树屋吗？啊、你有没有带床过去？啊，就打就好了。打什么？打床啊，然后再打回来啊，要吗？哦。嗯。那、啊、你不会去捡羊毛，要做两个新的床？就放在那里就好了。对啊。我带剪刀，我去找羊。是谁？谁回来了？嘎刀，谁回来了？妈咪，你也太早了吧！我还在玩呢。棒，我去撞墙了。嗯，嗯，哎，羊羊嘞，羊羊，我在找你。羊羊，我在，掉两颗。爸比一直掉两颗哦，要几个才够？六个。六个。嗯。嗨，剪刀在我身上。爸比。嗯。我的石戒被你拿走了。那新的。箱子里面呢？哦，你新做的，你有新做？没有啊，捡回来的。啊，你拿走我的新的啊？没有，拿旧的啦。哦，你拿自己旧的。对啦。你把骷髅打死。去打骷髅，哎呀，
加多羊羊呢？啊，羊羊呢？哪里有羊羊？肚子怎么了？肚子没有吗？我只看到一只羊啊，其他都没有啦、啊。别的地方找啊。在哪？你在这里啊？咦，木头被我洗走了。捡你，捡。方向放哪了？我跟着你走。在动我吗？我还在下面。啊，那边不是有羊？哪里？啊，那是我本来捡的啊。哦。我只看到一只哎、欸。嗯。哎、嗯，五颗嘞。二七八零，六颗。有八颗哎、欸，还真的八颗。我说六七八就真的八颗。你在哪里？你回去了？啊。啊，他不等我。嗨。去树屋就好了。哎，去树屋就好了。我坐工作台。嗯，我做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工具台。嗯，工具台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嘛？我把我拆掉。哎，羊毛，给我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做完了。我饿了，吃面包就好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吃到蛋糕啊？做个箱子放这吧，我来做。哎，不用啊，做一个就好了。啊，我的床嘞，在那里啊。两张啊，我放在一起好了。对啊，放一起。咦，我回家拿东西哦。哦。我先放一个箱子，你可以放东西了。你干嘛又出来了？你要砍树哦？对啊。啊，家里就有树木可以砍的啦。Hello， 你看上面。啊，我在上面。好笨哦。